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啊，各位海外的这个天南大的这个学子精英们啊，我是天津旧金山海外联谊会会长吴奇。我在此呢代表我们联谊会向今天出席晚会的各位嘉宾拜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丁酉鸡年当中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我是天津耀华中学校友会美西校友会的会长梁毅。那个今天呢，有幸跟那个天津联谊会、硅谷天津大学校友会、跟南开大学校友会、南开校友会一起在这里举行羊年的联欢大会。谢谢南开校友会的会长刘威。在此鸡年初八之际，我谨代表我们南开校友会的全体朋友向大家拜年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硅谷天津大学校友会会长欧丽丹。在此我代表硅谷天大校友会给到来的各位拜年了，祝大家全阖家欢乐幸福。天津海外联谊会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我再次也特别感谢他们，也再次给大家向大家拜年。同时我们请林会长讲两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这个我们的南开校友会的刘文会长已经给大家讲的话了，我就不多讲，我在这里就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这个今后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做得更好。好，谢谢。最拿手的就是文字题，您可注意听着啊。你说一说。春节前啊，我和两位同学到孤寡老人家去帮助扫除。很好。我们三个人打扫卫生时，一不留神把暖水瓶给摔了。哎呦，水晶肘子、蜜的肘子、酱的肘子、趴肘子、纯羊肉、酱羊肉、烧羊肉、烤羊肉、五香羊肉、爆羊肉、春三样、爆三样、会银子、会散的、油被砸碎、三鲜鱼翅、栗子鸡、煎搓火鲤鱼、板鸭筒子鸡。There's nothing inside, and I reach my hand and it's...
很高兴参加老乡的大联欢，今天的朋友真不少，我先向大家问声好。说出南门这个往正南有一个面铺，面冲南，面铺挂着蓝布棉门帘，挂上蓝布棉门帘，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，接着他的蓝布棉门帘，这个瞧了瞧，嘿，面铺还是面冲南。出西门这个走七步，十块鸡皮补皮裤，这个是鸡皮的补皮裤，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。扁担长这个板凳宽，扁担没有板凳宽，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，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，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，板凳偏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。今天我们有缘欢聚一堂，